我是什么人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你只要知道跟我的吩咐去做就可以，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痛。雷痛苦。雷是要把我卖到青楼吗？以你的姿色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哼，世事难料，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事儿都有人做。写一封信给你的相公，要他跟我们合作，交出神佛飞鸦的秘密。什么神佛飞鸦？怎么一个好痛啊！我的面子怎么了？你再装蒜犯傻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相公是不会听我话的。是。据我所知，诸葛超是很爱他的娘子，但是也很惧怕他，他一定会听你的话的。哦，你自己跟我来，就是拿我来要挟我相公的。小妇人终于有点小聪明了，怎么了？很写的？可是我没上过学堂，我不懂得写字，我们可以代笔，别人的笔迹，相公是不会相信的。那么就拿你身上一件东西去，他总不会不认得你的手指头。这是宫中内毒的毒物炼制而成的五毒针，令你的指头不断肿大，甚至脱落。且过程要五个时辰之久，在这五个时辰之内，你会受尽天下最剧烈的痛楚。可是有没办法吃掉，那滋味很不好受。啊，你真的能毒我？怎么了？毒已经开始发作的了。如果毒入心脉，你再不作的话，你就永远都会受这种痛苦。到时候我也救不了你。那好吧，信我写。不过我只会画图画的。画图画？对，没错，我画惯头啊。相公也早已看惯了。他一看便知道是我所画，也一定看得懂。那好，把你要说的都画出来吧，给他整理和墨。是。三娘，三郎，豪侠已经见过这位夫人，果然我已免官回去。这一点早已预料不到。不过这倒是好事，反正要给诸葛超明发讯息，不用跑了老远浪费功夫听。画完了吗？画完了。拿过来。拿过来。哎。什么意思啊？旁边站着那个男子就是我相公，手上附着的就是神火飞鸦，跪在地上的那个女子就是我呢，拿着刀的那个女子就是你。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叫我相公乖乖的送上神火飞鸦，否则他的娘子就会被另一个女人所杀。你相公一定会看得明白吗？他一定会明白的。这幅画交到诸葛明手上。哎。